人家让你找不同，这很明显不应该选妈妈吗？你为什么选小鸟啊？你还把妈妈和小猪小狗分一类，什么意思啊？小鸟会飞，你们三个会飞吗？还有小鸟会下蛋，你们三个会下蛋吗？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啊？啊，妈妈，人家都说儿不嫌母丑，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，你都说是你最好的妈妈。那你平时怎么老挤兑我呀？那都是开玩笑的。其实我也知道我长得不怎么好看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又不会魔法，我要是会魔法的话，我肯定把我自己变得漂亮一点。妈妈，你不用难过的，你看那孙悟空，他会72变，变来变去还是个猴吗？